我的乖乖，凯迪拉克这是杀红眼了，狂降十五万，一个中大型车跌至25万左右就能够拿下，优惠力度堪称史无前例，而且还搭载了10AT 变速箱，大后驱，操控更是不输宝马五系，性价比更是直接碾压奔驰 E。现在入手真的是太划算了，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第一款凯迪拉克 XT4，虽然豪华紧凑 SUV 常年被 BBA 所霸占，但是这款车它的性价比远超宝马 X1、奥迪 Q3，因为在动力方面全系都是 2.0T、9AT。有这款车良心的没有它价格亲民，有它价格亲民的没有它动力强，这也让它形成了错位优势。在同级别车型里面，论性价比，无车能够与之匹敌。马力237，扭矩350，零百加速7.6秒，动力非常的强劲，并且现在优惠力度也是非常的大，指导价26万1千七到25万4千七，入门级车型优惠后20万出头，现在用普通合资 SUV 的价格就能入手二线豪华品牌。凯迪拉克真的是特立独行的存在，车长达到了4米6，轴距近2米8，后备箱1300多升的容积，车内还有主动降噪、多层隔音玻璃，空间宽敞，内饰豪华，隔音性好，妥妥的性价比王啊！如果不是因为品牌影响力的原因，它可能是稳居紧凑 SUV 第一把交椅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第二款凯迪拉克 XT6，这款中大型 SUV 定位就非常的明确，适合那些多口之家和喜欢出去自驾游的消费者而准备的。而它和宝马 X5、奥迪 Q7 是同级别车型，但是在价格方面却要比 XT5 便宜30万，入门级车型跌至32万多就能够拿下。而它的走量版本其实是 2.0T 六座四驱风尚版，车内的布局更加的合理，在标配 BOSS 音响、主动降噪等多项安全辅助配置，更是将美系豪华展现的淋漓尽致。车长5米056，轴距2米863，后备箱能够腾出900多升的容积，出去自驾游别提多爽了。动力方面搭载了 2.0T 9AT 变速箱，近2吨1的大块头，零百加速居然达到8.8秒，着实让人不敢相信。再加上可变气门管理技术，油耗更是能够低至10个，马力还能够达到237，扭矩350，高速上面行驶不仅稳，还不发飘，转向也是比较轻盈。动力方面到了后段更是有着源源不断的输出，现在30多万就能够享受到60-70万的品质，也只有这款车能够做得出来了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第三款凯迪拉克 CT6，这款车也是非常的憋屈。如果论性价比、动力、车内空间舒适度，它绝对是能够和奔驰 E 相抗衡，但是现在却沦落成为了二线，也是让它心有不甘。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它品牌影响力所造成的。目前居然优惠能够达到15万，入门级车型只需25万多就能够拿下，相比宝马五系、奔驰 E 那可是要便宜25万呢。就这样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，动力层面更是要碾压他们。 2.0T 10AT 变速箱，马力 237， 扭矩350，不能说逮谁崩谁，最起码相比同级别车型它丝毫不逊色，而且更加的有底气。再加上大后驱，底盘采用强有独立悬架，操控调教也是非常的丝滑，而且还有可变气门管理技术，综合油耗能够低至12个，可以看出这款车在各方面的表现非常的完美。再加上3米109的轴距，5米223的车长，这已经是低加级的水准了，绝对要比同级别车型更宽敞，并且现在都跌到25万多了，已经没有下降空间，现在抄底非常的合适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以上三款凯迪拉克车型价格暴降，动力也是比较强劲，性价比非常的高，入手准没错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车圈大哥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